11月12日晚，鹿晗、关晓彤现身日本餐厅，再度被偶遇。鹿晗穿着卫衣，一头黄发，关晓彤坐在他旁边，戴着黑色帽子，用手托着腮，似聆听旁人说话。鹿晗与关晓彤大方约会，两人只要同框，一般都会被媒体或者网友拍到。几天前，就有网友在日本一家餐厅拍到了鹿晗跟女友关晓彤约会用餐，当时鹿晗与关晓彤坐在卡位上，没有戴口罩，大方露脸。有粉丝透露，鹿晗此次前往日本是为了准备演唱会三巡的事宜。鹿晗每一次前往日本几乎都是为了工作，工作时女友关晓彤也一起低调陪同，还能够一起甜蜜旅行，两个人的感情真是低调又稳定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